罗主任，让我说什么？该说什么你心里没数吗？甩棍的大名监狱内外谁不知道？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谁是甩棍？罗主任，我肯定不是甩棍，否则我不会冒险干那种事儿。那谁是甩棍？ 甩棍师，刑副检察长。罗林聪同志，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知道这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诬陷！你污蔑我一次，你还污蔑两次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让他当什么诬陷？罗主任。 我没有胡说八道，刑副检察长有两个微信，我也有俩，我们俩一直用微信联系的。我干的所有事儿都是在微信里指示我干的。我现在拿给你看，你看看。这个微信我查。 就是刑副检察长的邮箱注册的，我也查过这个邮箱，也是刑副检察长的身份证注册的。不可能，我有两个微信，我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你不能血口喷人啊，罗警官！我们先不着急下结论，其实也不排除有人冒用熊少芬的身份信息，去注册邮箱和绑定微信。就是啊，不是，再说了啊，你给甩棍干活，你都没见过这甩棍，我可从来没跟你有过任何类似的接触啊。反正都在微信里。 你往前看看微信记录，他在微信里跟我说，我们两个必须两副面孔演戏，生活中我们要假装公事公办，私下里我们是合作关系。他还答应我，在两年之内让我挣500万，这不还有半年就要兑现了吗？你胡说八道！我没这样干的啊，罗继凤，你太过分了！你冷静一点。你什么东西？你们都是靠着一个人欺负是不是？你们？ 去报告吴检。吴检，谢主任，你们可来了，里边都乱套了。邢少芳在吗？在呢，跟罗主任都在呢。 吴检，怎么回事？罗监局长出事了，他能出什么事儿啊？熊检和罗主任一直在查谁是私底下给黄四海通风报信的那间，啊，结果查到罗金松了，证据确凿吗？抓的是现行。 罗庆松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处理的。陈检局长，啊，先把他带下去收押，下一步专案组来处理。是不是你干的？他们冤枉你了吗？ 你们先把他带下去吧。你丢人呐！你不争气！冷静。少鹏同志，我刚接到原检察长的电话，黄玉红和鲁春阳实名举报。 说你向他们索贿1000万元，目的是为了给黄四海减刑。纪检监察组的同志马上就到，请你配合一下。不是吴检，这事儿还有完没完了啊？
当时是张书记亲自把我给接出来的，这个事儿，这个问题他已经清楚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查起来没完了。这些事情我也都知道。正好今天各单位相关的人员都在啊，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陈检狱长，你看，您传达，您传达，情况是这样的，张友成书记的秘书陈明忠已经出逃境外，由我暂时接替冯森同志进入专案组，担任副组长，配合边国立同志一起负责专案组的后续工作。少峰同志，你跟陈明忠的关系很不一般，加上黄玉红的举报，还有刚才罗金松交代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对你的案子重新调查，希望你能配合，不要有抵触情绪。罗主任，邓耀贤的案子马上要展开调查了，你跟他的关系呢还比较特殊，所以领导们建议啊，你先配合专案组的调查工作，正好借机呢给自己休养一下，你的工作暂时由冼友文主任代替。邓耀贤的问题是我最先发现的，我都差点被别人灭口了，我怎么还有问题呢？小罗，你先不要激动，你跟邓耀贤毕竟都是要结婚的人了，那突然一死一伤，这其中的问题肯定是要深挖的，希望你能理解。陈检狱长，那你们那边的事情呢？还是你来宣布吧，我就不多说了。先休息一段时间，这冯森的执法记录仪呢已经找到了，里边的存储卡也已经上交了，存储卡里边的画面呢能看到冯森逼供宋立敏的部分过程，这个就能证明冯森因为为妻子报仇心切逼供宋立敏未果失手将对方杀害了。金局长，啊，如果你曾经对我说这些话，我可能会相信，但是现在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冯森会做出任何违背法律、违背检察官职业道德的任何事情。我也不相信。对，我也不信。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怎么能让你相信吧。符合组织程序啊，老张做什么了啊？陈明忠是不见了，但是老张人在啊，对不对？啊，不，老张做的任何事情都经得起推敲，不能因为他的手下出了问题就把他给抓起来吧。哎，啊，那您先休息，明天在会上一定要替老张说几句话，
喂，哪位？宋书记，双雪同志，好久没见了啊！快坐，快坐，快坐！啊，坐。宋书记，我们家老张不会真的出事儿吧？他也不应该出事儿啊！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家人都那么苛刻、那么绝情的一个人，如果……他也是假的，是贪官，或者是他被坏人害了，组织上不支持他，这个打击我可是接受不了。双雪同志啊，这次事情是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些同志会受一些委屈。你比如说。有成同志吧？陈明忠的事情真的跟老张没有关系啊！我这回来呢，不能跟你透露太多的信息，我只能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之前有很多的行为不妥当，涉嫌妨碍公务、妨碍司法，但是不是太严重，我个人认为啊，还上升不到司法层面，所以批评教育那是应该的，所以今天我代表组织来提醒你。我手是伸得长了点了，不应该。只是当时啊，老张是完全不管孩子，我看着我们家孩子受委屈，我心里实在是心疼。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我也有孩子，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家庭，都要成为教科书一样典范。我们不受委屈，谁受委屈？再有，按照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直系亲属不得经商的相关规定，你所经营的无双集团马上进行切割。我向你保证，全都能做到。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我们共产党人的智慧。只有在这个信任的情况下，你所担心的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这些担心都不存在。我真的是太糊涂了。其实，组织上早有安排，把什么都想到了。我明白了，我要做的事就是等到最后的时刻，看结果就行了。好啊，你这样的人是我很高兴，说明我今天跟你说的话没白说。谢谢您的关心，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只要是问心无愧。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睡一个好觉，都不怕半夜敲门。哎呦，边队长，怎么突然过来了？也不打个招呼。您可是个大忙人，我们怕打扰你。今天我们不找你，找他。请问你是白小莲吗？啊，不是。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策划谋杀邓小贤，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卢总，燕队长，小莲呀，是我公司的签约作家，表现一直非常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是个误会吧？是不是误会？很快就会查清楚。队长，你看我能不能申请陪小莲一块儿去？
咱们领导吧。我不明白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还给我看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好极了，行，我马上过去。编队，您要走啊？哎呀，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交代，我没工夫陪他耗着。哎，这个赌棚还不错，全都撂了。切，忘撂什么了？撂什么可撂的呀？不是领导，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我真不明白。不明白，好。哎呀，我说你啊是个聪明人。你说那天乔毅的签售会上，你这小嘴巴巴的可能说了，可是到我们这儿你就说看不懂这个视频。哎呀，行啊，我跟你说啊，栽赃陷害、张一伟强奸案、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制造车祸、谋杀邓耀先案、假装见义勇为谋杀罗欣然未遂案。哦，对了，你还曾经冒充冯森手下的检察官，骗胡雪和沈广顺，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那也是违法的，数罪并罚，你是要掉脑袋的。车又不是我开的，人也不是我撞的，谁开的谁撞的，你吵谁去？你把我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你的意思是，杜鹏开的车撞死的邓耀先？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常子龙敢作敢当，是我干的，我认，不是我干的，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承认吧？我逼你了吗？哎，对了，你到那边去通知一下，让常子龙先吃饭吧。常胖子没事了？你甭管别人，说说你自己，看了这个视频。就没什么想要说的吗？常子龙，你不就肚子里面有点墨水吗？你不说，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要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你应该非常清楚。杜鹏，你要是想有立功表现机会的话，就好好讲。你要是等着法庭直接给你判，咱们谁也别耽误谁的时间。你们要有证据。你可以直接判我呀，对不对？你把我靠在这儿，我还有事儿呢，真的，同志。你让领导回来，我就跟好好谈谈，好不好？走。你死胖子，是不是把我卖了？我说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你不能冤枉好人吧？我真的是冤枉的呀。你认为你犯了什么事儿？就自己说，选择决定命运。袁队长，我开那辆大货车，真的是刹车失灵了。刹车失灵，这好办呐，是不是刹车失灵一查一个准啊？不是，我是负责开大货车，是长胖子，他负责去查看罗欣然死了没有，我是被人指使才这么干的。谁？先把他送看守所，他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是白小莲，是白小莲。白小莲是吧？嗯。基本信息刚才初审的同志都已经登记了，那咱们就直接询问跟案情相关的问题。嗯，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嗯。10月13号，在成州通往海平的高速公路的隧道发生了有预谋的车祸，车祸发生之前你在哪儿？我在家。
你当时有没有跟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联系？有。通过什么方式联系的？说了什么？与邓耀先的车祸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是跟他们说找到邓耀先和罗欣然，别把秘密说出去。小王，你问问他，他说的泄密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说的泄密是什么意思？邓耀先在温泉会所策划替黄子海减刑假释的事儿，让他女朋友罗欣然知道了。这么说，你是为黄雨虹办事儿？不是，我就是波动网签约的一个作家，我的领导是鲁春阳，我什么都听他的，我就是他一传话筒。这个你有证据吗？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而且他还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具体怎么弄。小王，你再问问他，鲁春阳是不是用自己的手机给他打的电话？不是，00870，后面忘了。子罗，马上通知技术支队取证，把白小莲刚刚说的微信记录、电话记录固定下来，然后再通知松金那边，询问鲁春阳。你好，这是白小莲交代的情况。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警官，我这有我跟白小莲的微信记录，我给你听一下。邓耀先他自己追出去了，我没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反正他什么都听到了。录音了吗？没录音，手机都留在会场外面呢。那你慌什么呀？到时候不承认就完了嘛。只要邓耀先不说话，罗庭元也没什么辙。那万一邓耀先说出去了呢？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您看，我在里边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警官，这个证据你们得认呐。我当时说得很清楚，告诉白小莲就是想让他把罗欣然跟邓耀先拦住，目的是别让他们把黄总的事情宣扬出去。你们也知道，黄总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必要向你们反映一下的。振东哥，以后别总往外打电话了，你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会加刑的，你知道吗？就算咱在里面有人罩着，也得低调点。还有，你嘱咐我那件事儿，我会办妥的，放心吧。知道了。其实刚开始听见这个电话呀，我也没多想什么。后来我听说跟他通话这个米振东，居然是个罪犯，那我就不明白了，警官，你说正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罪犯，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电话呢？扯淡！监狱里的警官民警就只能用警务通联络，他米振东想要打电话，就只能用监狱里的座机电话往外打。座机是有监控的，他怎么可能说什么？对呀，所以我就纳闷啊，我一直在怀疑，这个米振东他有没有可能会使用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比方说卫星电话。我建议你们啊，可以查一查这个白小莲的通话记录。这个卫星电话的号码和咱们是不一样的，应该很好查。子罗，马上通知技术组调阅白小莲的通话记录，查询00870777前缀的海事微信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你是不是用卫星电话跟东川省第一监狱的米振东联络过？什么卫星电话？00870777前缀，这个号码是不是米振东的？怎么可能是米振东的呢？这是鲁春阳的，这是他的电话号码。振东大哥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有电话呢？你这点常识都没有吗？小王，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内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童小娟的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我们的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
那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一个名叫童小娟的女人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小王，小薇，车祸是不是米振东遥控他实施的？车祸是不是米振东遥控你做的？不是，不是他。他没有报复。他们要报复我们。黄雨虹和鲁春阳知道我把黄四海害进监狱了，所以他们要设套害我。你的意思是你让黄四海和萧萌发生矛盾，最后黄四海误杀了萧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回答我，是这样吗？那又怎么样呢？我挑拨他们怎么了？人是黄四海杀的，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去找他呀，是他自己有问题。他们设套陷害我们，他们设计让我来算，说这事是我干的，不是我。现在的情况是，黄四海杀人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故意杀人，有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并不能作为证据。可是邓耀先的事情呢，既有微信记录，又有海事卫星通话，这些都能证明你非法联络服刑人员，并且下令谋害了邓耀先。黄四海故意杀人的证据我有，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当然，我亲眼看见黄四海故意杀死小萌。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视频证据一直不交出来？我想也许能用这个保命。进去吧。你瞧好了。境遇相同了，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谈话了。谈不了。从前你是官，我是民，可能还能聊两句。现在大家都一样，我没义务跟你说话。米振东、傅明月、舒立可、焦向阳、童慧君、常子龙、
秦胜利、周伟平、李丽丽、桂和周胜坚、谢小旭、文渊、白小莲。冷静！怎么了？我念这些名字，你害怕了？这些名字你不熟吗？你的母亲胡雪娥，前几天给了我一个本子，里面是你和宋立敏结婚的礼金单。你妈妈之所以这么做，是她认为她走不出医院了，所以她想在离开之前能够再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哥俩将来能够被轻判。用心良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别跟我来这套，我妈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没罪。既然你认为自己没罪，为什么刚才我念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你会紧张呢？郑光顺，你全家人的悲剧全都是你当初走错一步造成的。10年前，你明明知道宋立敏让你去找灯泡王借奔驰车去买彩票，是个十分拙劣的设计。你也明明知道这个设计背后有可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怕的是，你选择相信了，接受了他，还接受了那从天而降的50万的横财。你一直在说服自己，给自己催眠，让自己认为这一切都是算命大师给你算的。按照规定时间，开着带有爸的吉祥树的车牌奔驰车去到宋立敏那儿买彩票，真的中了大奖。给我出张彩票，随机的。真相是什么呢？是那张彩票已经被人买了，而且已经中了奖，就是等着送给你的。当然了，你是喜欢宋立敏在先，你也认为宋立敏喜欢你，所以你愿意相信他。但是我想问一下，后来你知道了郑伟丽惨死在地下车库以后，是否认为自己中了圈套？你怎么了？就是在想，那车刚一开出去，那女的被5辆车给压死了，5辆，他们是巧合吗？人又不是你压的，钱你也到手了，想这么多干嘛呀？你说，那大师能算那么准吗？我相信。之后你有可能会质问宋立敏，但是他跟你结婚了，于是你又开始催眠自己，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忘掉10年前9月28号那天晚上的惨案。等你有了可爱的女儿苗苗，好像真的忘了这个事儿了，催眠成功。直到930案爆发，苗苗失踪，你弟弟被判死缓，你父亲去世，我活不了几天了。哥，欠账的日子不好过。建立在大师预言上的幸福生活完全崩塌。那个时候，可能你才觉得，哦，这事儿没过去。杨洪涛，你涉嫌策划实施胡大军母亲伤害案，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我们已经查明了，你们商场经常包活给镇东职工队，电梯反转发生的踩踏事件是有人蓄意为之，正好是镇东施工队的三个小伙趁乱踩断了胡大军母亲的腿。我们把活是给了镇东施工队，可是我们没让他们去把老太太腿踩断吧？我们已经拿到了证据。你们包活给镇东施工队，支付的人工费要高于正常标准的30%。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民营企业，多给钱也犯法吗？这是不正常的利益输送。你们华泰商场早就被黄宇红收购，你的钱全是从他那儿来的。黄四海在监狱里受了委屈，就让你去指使镇东施工队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以输送利益的方式买凶伤人杀人，这锅你背得动吗？说说吧，踩断老太太腿的事儿是谁指使你干的？那个施工队有一个叫苏立可的。你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也可真的是因果报应。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的报应，你杀我老婆是对我的报复。啊，就算是宋立敏提前买了上一期中奖的彩票送给我了，怎么了？他喜欢我，我命好，不行吗？看来叫醒你还挺难的。陈广顺，今天我一上来就念出了那么多名字，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啊，真的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经过我们公安部门的调查，你和宋立敏结婚时定金单上的那些人全部都是10年前李美娟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当然这些人被收养和离开孤儿院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李美娟的孤儿院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资质，也没有建立过任何资料档案，所以这些人的来源和去处外人很难知道。但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还是进行了查证。宋立敏结婚那天，他们来了很多，向你们祝贺，其中有一个叫米振东的人送过你们大礼，你有印象吗？这个米振东现在跟你的弟弟沈广军关在同一个监狱，同一个监舍，24小时在一起。宋立敏那天交出沈广军手机以后，我们从那个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大拇指甲盖的痕迹。经过鉴定，已经确认这个大拇指甲盖的纹路就是这个米振东的。米振东为了替他的养父白继发报仇，在小树林里面杀了许大发，然后再引诱沈广军过去见许大发。沈广军来到小树林，看见了凶杀现场，吓得跑出小树林，直接回家了，导致了留在车上的苗苗窒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米振东就在小树林里面，在悄悄地看着。甚至还拿手机拍下了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又转交给了宋立敏，让他误以为是沈广军在猥亵苗苗。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不可能，不可能！宋立敏的死啊，也跟米振东有关。就是你杀的宋立敏，就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敢承认，非得赖在别人身上？我为了寻找我爱人被害的真相，寻找了10年。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找到真凶。总算有了宋立敏这么一条线索，真相就在眼前。况且当时派出所所长王志军就在外面，咫尺之遥。
我为什么要杀了宋立勉？就因为我们家立勉不愿意诬陷别人，你逼迫他，他也不愿意这么干，所以你杀了他。这就是你这样的大多数人的想象，不是作为检察官的逻辑。如果没有你们家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怎么能那么精确地把徐大发和沈广军凑到一起？如果没有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他怎么能拿到带有沈广军指纹的改锥作为凶器？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对一个相关人生活习惯的了解才能做到。宋立敏就是来实施这个计划的，他嫁给你或许有一些真情，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来制造报复沈广军的机会。我相信你们结婚十年，宋立敏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他对沈广军的恨也是刻骨铭心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波及苗苗，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一切的后果。当我们去站台超市调查的时候，他预感到了，无法隐瞒了，他无法面对我们公安机关，所以他只能隐瞒米振东背后操纵的一切。宋立敏的自杀可以说是为了米振东。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云云嘲弄所有困难